我是时间，在数不清的光阴里，我书写过很多故事。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不算漫长，但足够波澜壮阔。仔细看，主角是你们。备考挑灯夜战，落笔五味杂陈，手指轻轻翻过几页试卷，掀开的是一代人的梦想。买报看报的时候，或许你没意识到正在见证历史。报纸上大大的红字在提醒着，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。那个冬夜挺冷的，一张薄纸片沉沉地压在桌子上，抬手按下。我记得手印鲜红，我记得他们眼里的光亮。个体户这个词儿是很多人记忆里的热搜，倒服装是大热门，喇叭裤拉风，五彩斑斓的裙子也好看。过去叫赶时髦，现在我会说你好潮啊。除夕之夜，家人围坐。年夜饭之外，最期待的就是电视上那道硬菜。曾经满怀新奇，那么小的屏幕怎能演出那么多的精彩？春晚不仅是个节目，更是种情节。你说呢？下海经商的大军里，标配是西装皮鞋大哥大，想赚钱是实在话，不甘碌碌也是真心。最温暖的是母亲的怀抱，最高兴的事儿是回家。当然，世界那么大，应该好好看看。上网冲浪，走起。生命在于运动，竞技中的瞬息万变总是让人着迷。有那么一个名叫奥运的梦，
在心里压了太久太久。梦圆的感觉真好啊。这片区域啊，咱们就这么规划，明白吧？要一个整体。你是不是也见过凌晨的夜色？拼尽全力很累吧，但总有一个理由能让你不甘心原地踏步。都说国很大，其实一个家看似平淡无奇的每一个细节都包含着最温暖的情感。幸福就在简简单单的苦辣酸甜里。我正见证着更多的改变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快，前面还有多少惊喜呢？我是时间，记录，刻画，瞬间，永恒。我会继续书写下去，而你们，我的主人公们，勇敢地往前奔吧。你们的每一次尝试，每一分努力，都是在亲手塑造崭新的传奇。未来以来，不要辜负这个时代。1978年我出生，我自己身处其中，见到所有这40年的变化，我觉得是可以用神奇来形容。每件事都是特别激动人心的，然后这里边就太多太多不一样感触了。这么先进的机器就特别用心来做这记录改革开放40年这样一个片子。这40年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，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福利和幸运，我们更应该感谢这个时代。